金希澈不愧是南韩无视爱豆礼仪第一人，今日他在直播间听到校园暴力，直接开喷疯狂骂脏字，主持人在旁边都慌了，想办法制止，后来制止无果，主持人走了，他又继续骂。现在金希澈直播骂脏话的话题已经登上了多国热搜，但不少网友都力挺金希澈，虽然骂的是脏话，但大家都觉得骂得很好。不过也有一部分网友在他的用词中发现了不尊重女性的用词，认为金希澈有辱女的嫌疑。对于自己骂人的行为，金希澈还发表了车银优如果听到校园暴力会比他更会骂人的言论，也引发了部分网友的不满。有人认为金希澈这是在拉无关人员下水，对此大家怎么看呢？학교폭력한새끼는개쓰레기다아예맞습니다아완전 fuck you fuck you 조 fuck you 왜냐면이거는 진짜우리군이가걱정해서예없죠네네조 fuck you 인게혹시보는새끼들중에누구때리는사람이있어개 fuck you 아완전진짜 fuck you 인게아니씨발사람들에서뭐행복하냐고아맞습니다 fuck you 개새끼들 아구창다날려야지맞습니다씨발새끼들진짜개새끼들개새끼자지에실매달아가지고이걸땡겨야돼요아근데개씨발새끼들 아연인인데이렇게하셔도아연애여러분학교폭력의연인이어디있어아니지금상황김희철최근방송에나가서요아니학교폭력의연예인이어디지야아그건인정아봐봐여러분연예인이이런걸더얘기해서자극적으로나와서봐봐내가만약이런얘기를했어그래서내일기사가나김희철얘기하는데 fuck you 남자자지다묶어서조병신얘기해김희철은퇴이거하면난더좋아왜냐면이슈가되잖아학교폭력이라는건이슈가돼야돼이게절대있어서안돼아너무잘못된거니까야나는봐봐여러분봐봐요나는뭐이걸로이슈되고뭐조때도그냥죄송합니다뭐제가뭐말실수했나보죠사실반성안해근데그냥여러분미안해하지만아니씨발학교폭력하는새끼들은벌받아야돼아예맞습니다근데우리가왜눈치를봐야돼맞잖아요여러분학교폭력개새끼들이씨발새끼들너네그렇게살지마진짜이건진짜애새끼들다대가리총맞아야되는거아니에요그생방보신분들왜냐면혹시라도그거를지들가오로살지말라이거예요예알겠습니다지들가오로야마내가씨누구랑뭐어쩌고저쩌고이거는뻑큐그건대가리총맞아야죠좋습니다함께해주신분들감사드리고그럼빠따로알루미늄벨트로대가리쳐도됩니까저는지금까지연예인김희철을만나다의최군이었습니다방송만주신분들감사드립니다고맙습니다아예예감사합니다